工作台。为什么？你可以用吗？你们可以用吗？打开是不是关掉了？哎、啊欸欸、不行。对不对？打开就用。用哎、欸，刚可以用、欸。对，我打开就关了。哎、欸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那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我跟小雨工作。我吸不起来。我也是吸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我吸不起来耶。等一下，我要打字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可以做梯子了。哦，对，还有梯子。我东西吸不起来。对，还有梯子。重新放，重新放。请问，我东西吸不起来是正常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也吸不起来。欸、真的哎。现在东西吸不起来，刚刚。好痛苦啊！我是泥土吸不起来，哦、我也不能用工作台了。他们说重放，哎、欸，吸不起来。酱油，嗯，来吧。可是你自己东西怎么办？你自己还有东西也不吸走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也吸不起来。怎么办？它重开什么？重开重开，上去吧。是只有我在断吗？还全部没有全断了，断了，超好笑哎、欸！笑死，为什么？工作台连闪，工作台连闪，你知道我们刚刚一下去，我上一场是有点做不出东西了。嗯，刚刚是疯狂有吃东西的声音，对，刚开场，阿季不要吃哦，阿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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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哟。想说是要我们吃多少东西？樱桃包大师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开心？很开心啊！开心，开心就要拍手。哎，开心。嗯，一样的图。好。好。好。考考考考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？先这样，现在点是正常的吧？嗯，正常的。看一下，酱油怎么趴在地上？哎，波波也趴在地上哎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我看我是站着的。地滑的。油了，你不要再油了。哇！我在趴嘞，我在飘。哦，你的尾巴是错的，你的尾巴。有，我纠正过他了。尾巴怎么了？尾巴是要白色的。尾巴是白色的。哦，好生气，好生气，超生气，超级生气的。假熊猫，假的。你要嘛尾巴就往前面放嘛。哎，会闪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紫音波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所以是紫音波的问题啊。可以跳了。这个效果的问题，这个效果。哦，好可惜啊。这个效果。对。好可惜哦！用另一个试试看。好。哇，指令大师哎，真的是超猛。大师不是有那个给跳跃超级高啊？这个就不能跳了，完全跳不起来。哇，真的，爸爸就坏掉了，我要换键盘了。可是这个就有一个小小的 bug， 就是有可能被打一打你会飞很高，飞很高。但是它摔下来不会受伤，不会。之前是这样啊。不用打我，我可恶！想测试。那我们刚刚什么队就去什么队。啊，不同选项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重选的绿队。我可以选择死亡吗？不行，可以可以。我是深蓝诶，我刚刚选。对，阿基是不是讨厌我？不是，他是讨厌那个颜色。哦，对哦，选这个。阿基是绿队。在哪里？选对在哪一个？我们要选，要点那个，要点那个蓝蓝的。请当时我们是蓝吗？记得哦，还请什么？他是单人哦，那记得哦，那观察者哦，打掉就没以为就没事吗？我会指令哦，我指令哦，他自己还有没有？没有啦，他要自己一个人一队啊，那就成全他吧。那个酱油跟羊，喵跟羊羊，我们两个。干嘛？我们两队各一个，各一个是吧？五一五，五一五。哦，在这边哦。找半天。绿，你的绿色。太久没玩。哈，我们剩两个人了。那就来喽。来喽。好。好。喽，厮打斗。打斗。打斗。对，哦，
有了，来了，完蛋了，这个比刚刚还要惨，跳不起来。不要在最底哦，最底又没东西。同一个地方。我按住了 Shift。哇哦！啊，我跳高，跳高。你跳好高，真的假的？弹起来了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真的弹起来了，我刚刚遇到那个 bug 了。对，你只要受伤就会突然弹起来。受伤就会突然弹起来。干嘛？你干嘛笑的？我觉得很好笑啊。OK。哎呦，你好像抽到我下点了、啊。哎呦，危险。所以什么时候改掉那个尾巴？那个尾巴？我那个尾巴。熊猫的尾巴。哦，我就是假熊猫，就是。那你要把尾巴放前面呢、啊？你没看之前有个什么？攻读生穿错衣服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你要学他。那你爸还要特别长的熊猫有没有？好，放在前面。不行，我觉得会被告。不会啊，谁会告你？熊猫保护协会。熊猫保护协会对。哎呀，我帮你们做了搬砖哦，太棒了，我可以爬上来了。我想要挖一点那个石头。啊，还是这里不要挖石头。去旁边看有那种岩壁的，岩壁的啊，一定要随身带半砖耶。对啊，不然危险。我们等下看怎么打人。你是送花给我的意思吗？献花献佛。你知道情人节快到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烦，就是酱油。情人节什么时候啊？哦，你不知道吗？情人节什么时候？14号啊。哦。啊、之前不是有一年，不是每个月十四号都是情人节？对啊，不是每年的十四号都是各种情人节。对啊，商人的阴谋，商人的阴谋。哎呦哎呦，想要去挖九桃了。对啊，可是附近好像没有那种。我们只能往下挖呗。哇，这个下来有很沉重的声音。都会跑一下，棒，很重，大概有87公斤之类的吧。嗯，啊，知道你们在哪？我真的吗？在隔壁吗？真的？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箱子，箱子，哎、欸，对，还有箱子，都没看到箱子，没有仔细去拿，听说很多都在树上。我有中介珍珠了，中介珍珠，开箱之开刀的，好爽，很爽的，对不对？超爽！哇啊，这是团团吗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在挖石头，等等我。在河边。他在干嘛？洗澡。我最近才看一个熊猫洗澡的图。我走了，我要死掉了。你不要跑，小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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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他在哪里？我在河边，我以为那是一头鹿。那是一头鹿。那是一头鹿吧？啊！他在追我。我这边居然有河，河在哪里？河？有啊，旁边有河。你跑得好远哦！啊！哇，团团差一点点，哇，团团不吃你的头，对，他把我吃掉啊！哎、欸，弄错了，看看名字呢？噔噔噔，在倒垃圾喽！啊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走，快走，酱油快走！我也受不了了，快逃啊！好了，再见。啊，完了，不行了，还手啊，还手啊，还手啊！我一传过来就看到他们已经在哦。哦，是指这个哦。对，是这个。哇哇哇！再见了。我一传过来就看到是红的。哦，我想说他们来了，还手啊，还手！哦，对，这个打不过。你是想说你的队友怎么还手？一个比一个傻。哎、欸，在这旁边而已。小雨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没有在天场啊！你看你左边那边。想想我生前说的那句话。想想八戒生前说的那句话。八戒生。对啊，我刚死的地方在反省，在看前面。等一下，我要帮你做好保护措施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他们爬好高。
们爬好高。哦，他们在哦，巧克力在树顶。啊、哦，太白痴。明月在往上爬。完了，我下海了。你下海、欸、可以耶，还好可以可以。可以耶，下海可以去。太白痴了，我们总被边界卡死了。可是你现在往前就会看到那个巧克力糖。巧克力糖吗？嘟噜。嘟噜嘟噜，小雨，这里是你的尸体。有，就是我的尸体。小雨，你怎么变成木囊啦？这一定是你的胆，我把它回收。公傻。小雨，我找到你的肉了，我找到你的肉了。有，我的肉，你的肉。你是被分尸了是不是？我被砍了啊！哎、欸，他们在干架。啊，在哪里呀、啊？是在坐船，他在坐船。欸、不是这一边，你的背后直直往前走。对，前面有一个湖，然后他们坐着船在打架。他们在坐船打架，他们在玩，看起来像。哦呦哦呦哦呦，打起来了！你们被打死了。结果不能剩一滴滴血，不能跳，之后大家就进行海上的战争了。啊，完蛋了！哦，喵哈是喵哈一个，喵哈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本身就是那儿，他们都在那儿，快逃！就是、哦不，冲啊！繁星，又剩你一个，哦，弹好高，哦，你有中间珍珠，还跌下来。他们来了！太白痴了！不要大蜜蜂！大蜜蜂！他们在打小雨。小雨，我一直被鞭笞。自然被打自然。都还被鞭笞。对。九八，上去吧。快速吧，因为如果在下面比较难。可是这感觉像是在生在上面。生在上面。没有，那为什么会有树会有？梯子啊，梯子放的吗？放的啊，应该放的。对啊，所以是伸在上面吗？他们是从下往上吧？从下往上放梯子。啊，你说这是半砖、欸，慢慢铺上去啊。好，对啊，就我铺的啊。哦，好，拿那个箱子啊，我大老远过去，超痛，超远。对啊，这超远到不行。太远了吧？你知道一开始。团团遇到小雨，然后团团说是小雨是小雨，然后我说你在哪里？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哪里。你乱了啦！还是往下走？他说我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。我没有怎么走的。我想团团后面，团团后面，团团后面还是往下，你知道吗？超痛苦。完全没记忆。记忆。哎，而且这个没有怎么下，没有人上船。不是、啊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放船出来，我就在船底下，我不在。我们的段位真的比较重。在船底下，气死我了！但是我带着团团就去打你，结果都是我被打。我都打他，他在打我。头太大了啦！头太大了，看不到你是谁挥的，所以不知道是谁打的。真的下去我不要了，气死！太垃圾了。我跟繁星都有拿到那个 Ender Pearl， 对啊，超猛啊，好猛哦！一丢就啊，蜂巢在旁边，完了，先保护好他，就死了。放弃他？没有，看到了，还是打掉了。有啦，我刚刚保护好一个蜂巢了。有，保护好小雨的家比较重要。那那个怎么会有两个被边界压死？嗯、因为人都跳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哦，地底下跳不起来，来不及，还敢下矿洞啊！我一死掉，然后一冲过去看就，就哦，来不及了。我想说遇到你们，说赶快还手，赶快还手。哦，不对，你们打不赢，跟着打架，我说这么快，打不赢，刚刚只要哇，他们一定下矿洞。还敢下空洞？哦，跳不起来都不敢下去了，还有人敢下去？挖点石头、啊。没有石头啊！哇哦！我要有这个丛林遗迹哦。啊？嗯。嗯。哎。怎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说，你怎么就叹气了？
没有，觉得有点。它入口右前方那个颜色好棒、啊，绿绿的，啊，绿绿的，啊，西瓜在那里，西瓜在那里，可以跳了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他觉得重力又变高了，怎么办？重力又变高，又不习惯了。对啊，重力变轻了。你也太快习惯了吧？阿静，你要用你那个吗？我来用一个一个东西。好。你要用什么东西？你要用什么东西？大家都是屁王。哦。不能站在一起就对了。是不是？是不是哪一个游戏？那个连同队都会有哦。都会有啊。哈？没有啊。那这个要怎么办？附近会有人凋零。这、就是一个技能书、啊，你使用的话，附近都会被凋零。哇！但你自己不会，对。哦。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别有经验。一抽就中。我感觉好像有人。那个听说几率不高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巧克力好像只有2%吧。只有2%、哦、ID 有特别调，某个 ID 可能特别某个 ID 比较传说的，比较高一点。那个可能是英华之类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专属的屁，专属的屁。哎，不过大家屁王的话，大家都凋零不到哎、欸。哦，屁王本身不能凋零自己、啊，就是他用技能下去之后，那时间他是不能被他哎、欸，怎么讲？他用技能下去之后，他自己会清除。哦，方位相同呀。对，他进了 CD， 所以你被 CD 那时间内你会被凋零，但你用下去你会清除自己的。哦、所以先辟者败北，先辟者败北，先放的就输了。看谁可以忍到最后吗？对，最会忍，最不会放，忍屁到最后，谁先比较有礼貌？忍最久的那个屁会最臭，人家都解不了了。看谁最屁最臭，有没有那种木？嗯，哇，这个感觉很刺激啊！所以私放屁你都不会，就可以解屁啊。什么鬼？是放屁，或是那种偷放屁的，他会不会被发现？对，谁放屁啊？不知道谁呀？谁呀、啊？谁放屁啊？是不是？你们闻到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闻到。是不是有烧焦味？对，打这个烧焦味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么臭。现在有一个就是偷偷放屁之后，然后就说。哎、欸，谁放屁、啊？然后自己不闻哦，然后就直接臭别人。不是啊，是偷放屁，然后要讲有烧焦味走。走过去，然后放，然后再离开。谁、哦、放屁啊？我这里有好臭哦，这里有。你要说是不是什么奇怪的味道，或者说是不是有烧焦味的？然后大家要大吸一口。大吸一口，大吸一口，大吸。哇，大吸！我的妈呀！大吸一口，大吸一的嘴巴，大吸狂暴。等我一下下啊、哦！好，等你87下都不是问题。87下，哎快笑死！他忍越久，那个场上西瓜会不会越多？你是说西瓜？我空掉出去了，掉出去了！哎呀呀！你被西瓜挤出去了，巧克力！你被西瓜挤出去了。这个场上有语言诅咒，语言诅咒，你不能讲到关键字。不然会出事，好可怕！这群西瓜，要小心！哇，那个遗迹哦，西瓜遗迹吗？哇塞，那个遗迹好大一根台呀、啊！不要乱乱说话、啊，危险啊！我赶快缩回来。我觉得动手的比动口的还危险。哇哦！好可怕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放屁声！咦，哦，放屁声那么恐怖、哦！我要把声音关掉了，好像恐怖片哦。我要关小声一点。我要把声音关掉。超可怕，我会吓到哎、欸！啊，之前好像是为了玩什么把什么关掉、啊。敌对生物吗？对，应该是。嗯，那个是声音太大声。敌对生物啊？敌对吗？
不是敌对吗？乙有乙不是敌对，哦、是敌、欸、对、啊、对，第一幽灵。哎呀，这个、啊、这个是猪人吗？猪人加乙有乙。好鸡皮疙瘩的声音哦。乙有乙吧。乙有乙啊，乙有乙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关了、啊。敌对生物没效，是啊。哎、欸，我的声音怎么不一样？哦，是吧？我刚刚敌对声调大很大声。嗯、没有哎、欸，是哪一个、啊？主音量你要调大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，不是敌对，环境音效嘛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这边可以改啦。就我是友好的、嗯欸。我原本是设定那个啦 ，block。哦 ，block。我把 monster 改成 monster。哦。辛苦你了。我靠，好大声！好大声哦！这屁好臭、哦！为什么这？声音啊，还是一样，还是很大声，还是很大声。你的声快就关不掉哎、欸。刚刚的 block OK 啊，反正就我们就关 block 了。我现在是弄那个哦 ，master 是什么去啊？不是 monster、啊。monster 打错字了。不是 monster 吗？master 是什么？好吧，帮我多调那个音乐好吧，音乐 music。好。环境音乐吗？然后看一下你们刚有效果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小声很多，没声音了，因为平常音乐是关掉的。因为平常音乐是关掉的，对，会有美好的 BGM， 会有奇怪的东西，会有版权，版权问题，对，版权攻击，那个有、哦、啊，这个有版权。等下开始会不会有音乐？对啊，开始听到熟悉的声音了，噔噔，熟悉的声音，噔噔噔。他这个屁多久会给一张？我是设定好五秒钟。五秒钟，五秒钟，那时间很快。那你要几秒？可以改时，可以改。哇！好，不然十秒呢？十秒是不是？可以。每十秒可以放一次屁，放屁解解屁。哇、哦！痛痛痛！解屁！解屁！完了，我没得解了。解你的屁！不要再靠近我，解不解啊？解啊！好晕，好晕！解！好晕啊！一直叠。我这个屁的范围超大哦，超级大哦。好晕啊！屁，我刚刚有传说吗？是屁屁之书会给到别人的、啊。这是你的不见了吗？我等很久没有拿到新的一本啊。哦、所以我那么多本是因为你们都给到我，谢谢。哇，你真的有加气耶！屁之王啊！我还是难怪会抽到这个职业。屁王，刮起来了，觉得好像没有很开心。啊，我好大，落了孩子。可恶，没屁了。啊啊啊！好晕了，忍很久的最臭，一样给到那个第九个物品。躲在角落，我躲在角落，不要。好，要给第九个。我躲在角落。这个。啊，我看一下，绿树跟金头颅可能会冲突，要改一下。哦，金头颅哦，那我们没有金头颅，好像想要被，那就不要有金头颅，那就不要有金头颅。屁屁之战。太可怕了、啊，这个这是鬼抓人吧？鬼抓人，鬼屁啊！好晕哦、喔，抓到那个人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不不，然后换他当鬼。天啊！这晕眩看看下面超恐怖哎、欸，好慌、喔！不要躲起来，不要躲起来，我要看天花板，一起开心，开心。闭眼好了，闭眼好了，看天花板就可以。玩游戏，玩游戏，玩。啊！不行了，每个都在受伤。好晕，好晕，好晕、啊！聊天室全在说好晕、啊，真的，超晕。啊，那个下面用完之后，下面眼镜显示那个了，冷却。有，两百，200分那个，两百给。有。啊，我的是一杠哎，这样正常吗？你要用掉吧？用掉，因为你还没放掉。用掉啊！我没有输啊。啊！因为没有，他排泄不好。想给也不给。这样。好多哦，泱泱哦。有了。快用书。有了。互相伤害，非常屁屁之战哦。屁之战。屁王之战，放屁附近人都会被凋零，分是不是对哦？好。那你被凋零的时候，你再放一次屁，可以解除。好，忍屁也是很重要的。嗯，说不定会越减越多，好像会越减越多，是不是？丫，我觉得我们会被有个人给创造才会啊，创造。
哇哇！我要抬头看天空。太晕了，太晕了！我的妈呀！太可怕了！我太开始看天空的，冷静冷静。好，那个下楼分好队喽。那个阴线要留吗？阴线要留吗？阴线可以弄掉。阴线。可以好啊，一定要弄掉，不然会弄掉，那太晕了。弄掉好了，很晕。好。哎，臭晕太累了。啊！妈呀！凋零大概凋零几秒？十秒？没十秒，十秒，对。好了，好了 ，OK， 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各奔东西，好。不要放屁！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一开场我们就先丢了。没有，我们是队友，所以对，就是离开彼此好了。我直接各自生存了。可是你要想，他有一个玩法，我们就两个人去抓一个人啊，把他的屁骗完。对哦，可是还是会有一个人受伤。不过他这个地形其实不好跑哎，因为是那个西瓜地。现在是一个圆的范围还是怎样？不知道哎。你们有要先去那个不要抢遗迹吗？遗迹可以，有很多西瓜，有很多西瓜，有随机西瓜，随机西瓜，天降西瓜，反正它那很高，可以看到。我又有吃东西的声音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来了，我们太远了。西瓜柱嘞，西瓜柱嘞，它自己好像接近零了。我们先跑自己吧，现在还可以跳下去哦，趁现在还可以跳。哎，我们再负200多格哎。对，我们是刚是要在领，对啊，那边正的。那个抗性还有20秒。好，都下来了，都下来了。输表了又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就要看我们平常的仇恨值有多高了。对，忍住，忍住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冲动。那个书可以移动嘛？想把它移到第九格，好可怕。你先看旁边有没有人啊，再移啊。可以移动，可以移动。真的吗？你看数字键就可以移动，我要先远离你哦，你好可怕哦！哦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你就劈出来了。你这是平常仇恨值太高了，是不是？我忍住，我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，因为哦，现在大家都动 peace。你说是 peace 吗？是说 p 吗 ？peace， 并不能打人。哦，不能打，可恶。对，不能打人，只能 p 人，好不好？我的妈呀！但还是可以收集方块。好。欸，光是被劈到一次就凋零很久欸。好可怕哦。十秒。欸，那也不太需要做。那这样子我可以想到一个方法欸。嗯，怎样？把自己埋起来躲起来，大概中心点，然后人家从头上经过劈下去，有没有？哦，这好强哦。哇哇。所以要有一个人先死。对，然后天眼兵，然后经常都这么。可以说。哇，这样其实也不用挖木头。就是可以叠高、啊。垫脚啊。哦。垫脚，垫脚用的。你不想跑啊？嗯。哦，那我们这样应该差不多可以去西瓜那了。在哪里？我这边已经有磕个豆了。哦。哇，那你还要拿竹子哎、欸？我想要拿竹子。喂熊猫要凑集三个圣物是吗？对，三个圣物。我刚才我有竹子，神之卡要三个啊。我怎么都没看到西瓜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在繁星后面。我在喵哈前面。嗯。为什么喵哈你可以在繁星后面？我现在喵哈在我前面了，真的耶！然后我又在喵哈前面，到底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这样前前后后的没问题。你可以屁了他，然后就走了没有？恭喜！哎，我觉得你们可能先来中间哦，中间好卡哦。零零吗？我跟在繁星后面。零零吗？直接放弃？哪里啊？零？也不知道哎，我现在是坐标可以78 x 是78。嗯，四八，然后我找到，可以先来跑跑图。那 Y 呢？不是 X Y Z 呢 ？Z 是14，我看出来。是，那我应该再靠近吧？你们会小卡吗？是生物，我不会。不会，我还好。那应该那一个区域。Z 那里有人放了一堆西瓜种子吗？我想先放放看哦，我附近应该没人。
天整个落单哎、欸，妈呀！你这忍不住了是不是？忍不住啦！刚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你看到他了，可是他放了哎、欸！我闻到你的屁了，他放完了，闻到屁来了，我闻到屁来了。我在遗迹闻屁而来啊，巧克力的味道。翻掉了，翻掉了！哎呀，摔到了！哎呀呀呀呀！他摔倒，摔倒，摔倒！屁股屁股屁了就可以解屁？没有啊，摔倒，他摔倒，摔倒，我摔倒。然后跟你们哎，我这怎么会在我们前面啊？啊，因为我就看坐标。书用掉的话，它会在那个最前面的物品栏出现。哼，不要放前面。你哎，我们没有做武器里面，酱油吗？鬼，我看错了吗？我看错了，对不起，让我们虚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看错了，里面会不会有那个、啊、怪？浅浅、金苹果、补血，不是都是剑石吗？不是会有陷阱吗？有啊，小心！音乐来，音乐来，音乐来，音乐来喽！我们要放屁了吗？看到，他爆完了，他爆了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哎，江阳，他放了就跑了。江阳，你那哎，为什么是臭屁？一下子不是十秒吗？对，哎，你们是不是？我放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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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放，我们被放了。有，我放一下，我放一下。我觉得远离一下这里好了，至少队友彼此、哦。我看到哈气，我看到哈气。哎、欸，应该在后面看哪一个哈气？真正的哈气，我劈回去，我劈回去，我劈到音乐两次。哎呦，我们分散，我们都太靠近了，这样会互劈到彼此。好好好好好，分开。嗯，来呀、啊，我这边有人质哦。人质。你看，我看到团团嘞，这是另外一队，是不是？哦，都来了、哎，没有，都同一队的。OK， 原本的设定没弄掉，没凋零啊，没凋零吧？对啊，金头颅效果哦。是，这是另外一队的耶，我找到另外一队了。现在是金头颅效果、哦，对，会有金头颅。你哎、欸，现在书用了就会补哎。哦，难怪啊，说怎么都没有扣。有，我有关，但是可能他这个书本身。哦、我看到巧克力了，吓死我了、嗯！我现在追的布布，他是这样讲吗？跟他很不熟。Bobo，Bobo，Bobo。我过去跟他说，好。我一直追的 Bobo 哎、欸，然后等他一放屁，我再马上放屁。嗯、我刚刚躲在哈基旁边，然后音乐一放屁的时候，我就跟着放，哈基就一直受伤。嗯，哎呦，我们就维持一段距离一起跑，这样吗？可啊。有、哎、我在你后面，就喵啊！我在疯狂吹宝宝，很不爽，难过、哦。哎妈！好险！他在跑酷，小心啊！感觉没了哎、欸，没金苹果了。啊、不是，我意思是没金苹果了。哦。因为没有再回了，是不是？嗯啊，这样我们根本不会损血，所有人都没损。对啊，几乎啊断线了，重开了。哇，对，应该还是有弄到，造成 Bobo 心理阴霾。我们是上对面吃金苹果而已啊，走吧，上去。真的，那个 PP 蜘蛛有问题，我们只能在对面吃金苹果这样子，对手面前吃金苹果。喵花，你追我追的人狂吃，看我吃金苹果。喵花，你怎么一直追我？我想说你放完我再放嘛，那就没想到是互吃金苹果考验而已。我听到 BGM 的声音了。哦，听到了。关掉。也换一张，看看会不会顺一点。好。哦，红土 哦，没有树哇、哦！这个发得出去吗？哦、这个没有、欸，有水，有水，地好少，没有树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个会直接干架，会直接都藏在旁边。啊、我们放屁啊！我们放屁其实也没差，其他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海龟可怜，一定会被屁死。那直接说，你还可以干嘛？你在这一张你还可以放水屁。哦，王贵是屁王，好有经验哦。好会哦，
2020年的屁王，夸张，屁王，专业哦，专业，2020不会放哦，教你如何放各式各样的屁王之王，那是什么？还是屁王？我好怕你百万订阅的图全是屁王，不会不会啦，不会啦，还有工具啊。有没有他？你不说还好。哦，好想看百万订阅屁王图哦。除此之外还有衣服可以穿呢。还有哎、欸，大集合是吧？我们三合一。哇哦，三合一。哇，三合一巧克力。好刺激哦。我不行啊。奇怪。快点，百万订阅订起来。哎、欸，那个百万订阅贺图准备了哈！差二十几万，创作元素有什么？差十几万了，快点快点！已经先提供了，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对，差几万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该画了该画了，不要参考这种。不要太急，不要太急，搞不好会有第四个。可以先可以留一些，留一些好不好？有空间留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又要等我一下下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屁王话题。那我是厕所，我先睡一下。会不会有人又被三叉戟戳死呢？三叉戟有可能，有上次就有遇到哈，就是那个嘛，突然变成那个嘛，不是是天然的哦，天然的，嗯，一个戳，噗，直接把一堆戳掉、欸，垃圾车，不修墙。谁最臭？谁最臭？谁最臭？臭臭臭！没有没有，刚刚暂停了一下。嗯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没有本人没看到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好吗？我看到了，你头怎么可以看多远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用我另外一只眼看。我觉得这听起来变态。哦、oh, oh, ，原来黑色那个不是尾巴、啊，那个是一个大洞。原来它是洞哦，选黑色的、啊。哎呀，发黑的你很不妙，怪怪的、啊，好恐怖。哦你这个我明明就不是最臭的，最臭是这个。啊！他很生气。这个啦，这个啊！我们总这样说小队友哦。很臭，很臭哦！哦，很臭哦！哦，杰瑞，臭臭臭，臭臭。嗯、超级臭臭，一场谁会先被臭死啊？臭的屁哦！来来来，大爆！好，哎呦，这里要小心哦、啊！有没有发放口罩啊？哎呦，完蛋了！放口罩，需要口罩。那个疫情传播太快了，口罩你可能下礼拜才可以领了。对，下礼拜才能领。社区传染了，社区传染卡吗？一闻就死，太强了吧！哇，你超级感染者，屁王病毒，好痛！你看、啊，我警报了，警报了，警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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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毒气警报！警报！警报！警告！警告！你那里是很臭，小心！赶快戴口罩，注意安全。5G传染，白衣服都变臭到变绿了。天哪、啊，太臭了！你是辐射感染，辐射感染，感染到绿了，感染到绿。那波波，你的头，头，你的头怎么办？我的头，我的头是没救了，我的。没救，没救。啊，泱泱也是绿的、欸，对啊，都绿绿的。你的眼睛跟一只快，跟一只快变成绿的。它是轻度，我一半，我一半，一半。对对对对。那我是眼睛了，眼睛绿了。眼睛快看不到了，是快看不到了。眼睛绿了，那你应该是体内可能都绿了。哇，盖都是绿的，有没有？绿在体内啊！哇，绿在体内，这听起来是一个病毒代言者。你先让我打一个喷嚏。我们先远离，先远离。把你隔离出来。就 Q boy。
阿纪加油！啊，太闹了！阿纪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！阿纪加油！阿纪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！我是不是听错了？阿纪手停下来了，打错指令了。你听错什么？你听错什么，宝宝？我好像打错指令了。我听到哇，你好帅，打错指令。对嘛？最会夸。哎、欸，我谁？谁？我谁？开车胖子。旁边那什么？哪个？旁边有一串在跑的数字啊！那个是我在弄的。哦、啊。我怎么有羽毛啊？发生什么事？啊？啊？啊？我、啊啊？你怎么有羽毛、啊？我都开始砰。臭臭臭臭！人家烧人家脚趾头吗？臭臭臭臭！第一的脚脚，我来看谁没有穿鞋。哎、欸，喵花你没有穿鞋鞋？这我是天然的，好不好？脚脚，天然有了，好可怕、啊！哎、欸，来，我来烧脚脚，泱泱来，我来。我有穿鞋子，没有坐下来，欸、这个叫做骚扰。不要，真的是骚扰。我们可以告小雨，我有啦，我有穿啊。哦，你都有穿哦。这个好像一个变态哦。你有穿吗？你有穿吗？你有穿吗？穿什么啦？到处去问别人说你有穿吗？而且他刚刚问的全是女的。对啊。你今天有穿吗？哦，还好没有我。劈了劈了劈了劈起来了！没有屁屁羽毛，屁屁羽毛，我撑下去有厕所。哦，哎，哦，大家都有屁屁羽毛，这是很正常的羽毛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屁的时候是我这边的？是啊。怎么是你那边？为什么是我这边、啊？哎、欸，对，帮你放屁吗？难道你是新一的屁王？哎呀，原来屁王帮你放屁耶、欸！是你、啊，让你放屁啊！全部都帮你放屁啊！啊，我知道了啦。你弄到靠近那个最靠近的了。对哦。可以放放，还是你？等一下啦，还没啦。OK， 哇，欸、我看看我们决定了，你可不可以放屁耶？天啊！我刚看你们的屏障里面全部都是屁耶！啊，好臭、哦！这个屁太大了，好恶啊、哦！好恐怖！把屁屁弄小一点好了，梦弄小一点。右边时间到的时候就会给你，哎，你被屁到了，你就可以放屁了。啊、哦，很臭哦，很臭哦。这一次也是音乐吗？可怕的哦，要小心哦。我、嗯、屁放的超大，等一下要调小一点点。这次是什么的？嗯，有好声。